さん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登場式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おへそがキラリ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踊るポッポリピシャラピお腹が減ったよ。的生日，同学们，大家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哎，你知道吗？谁知道？直说了，明天是户川老师的生日。在这里，我作为班长向大家提出倡议，在明天的班会上，我们一起为户川老师举办一个生日庆祝会。王伟同学偶尔还是有点好点子的。没错，到时候会请大家表演一些节目。明天之前，请大家一定要想好要表演什么。永泽同学，我们要不要一起表演啊？只能这样了。同学们，请安静。明天的班会之前，请大家一定要对老师保密哦。这一周还有下一周的美工课，我们要做连环话剧，请大家自己编个故事，然后把它画出来。自己编，好像很难呢。大家会发现，这将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老师在小的时候也曾经编过故事，真的很有意思呢。老师编的故事是怎么样的故事呢？什么样的故事啊？这个嘛，老师说了。好吧，我知道了。老师编的故事呢，名字叫做《户川的大冒险》。户川老师的故事。听起来好有钱。喂，你们几个决定好生日会上的节目了吗？完全没头绪。在生日会上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能够吃到蛋糕。蛋糕是不可能的。不，真的吗？这样要给老师表演什么节目才好呢？对了，要不我们把刚才老师讲的故事做成连环话剧怎么样啊？哎，这个不错呀。就这样做吧。笨，我也要参加。第二天，要迟到了。终于赶上了。哎呀，我好像忘记什么东西了。早上好，小丸子。你好，这里是英家。爷爷，是丸子。爷爷，我把昨天画的连环话剧的画忘在家里了，你能帮我把它送到学校来吗？连环话剧的画是吧？好，就交给我吧。谢谢你呀，爷爷。没事了，反正也是闲人一个，能够成为对丸子有用的闲人，真是开心。闲人万岁！那一会儿我在学校门口等你啊。太好了，爷爷果然是最靠得住了。快看，这个是我妈妈装饰的。哇，真漂亮啊。全部打湿了，这可怎么办呢？对不起，这样一来连环话剧做不成了呗。我们没有其他节目了。我会在生日会之前重新画好的。怎么可能呗？就算是现在重画也来不及了。昨天好不容易努力画好的。小丸子，我也帮忙画吧。小玉，谢谢你啊。快干！哎，
小丸子的手提袋呢？爷爷，有你的电话。你好，哦，老年人会，哎，打扫公园，今天嘛，真的很抱歉，我给忘了。好的，好的，带上扫帚、垃圾袋和手套。好，我马上赶过来。不好了，我得抓紧。真慢呐，爷爷是怎么回事吗？难道以为我说的是午休时间吗？我们得快点吃了画画。想再吃一个布丁的要猜拳哦。哎，布丁啊，不要了，现在我可没这个时间啊。在教室里画的话会被老师看见的，我们还是去别的地方画吧。这么多人呢，这里也不行啊，没办法，在这里画吧。到底在做什么？对不起，哎，好奇怪啊。哎，你们在变魔术吗？爷爷边去了。你们两个想知道我们魔术的秘诀吗？好冷啊。对不起，害你陪我在这里画画。不过在这里画的话，爷爷来了就看得到了。就在老地方里。我知道了。小英他们在那个地方画画呢呗。差不多都打扫完了。哦，这是连环画具摊的老板呢。好像忘了某件事儿啊。好了，完成了一张。没办法呀，我也来帮忙画吧。冰冰，爷爷怎么还不来啊？难道是他忘记了吗？真是拿他没办法。明明是你自己忘记的，还说。那我昨天画的也要重新画了。丸子，丸子，爷爷，抱歉，我送晚了。谢谢爷爷。完成了，太好了，太好了，终于赶上了。啊，哇哇，这是蛋糕。哇，我想到。那么今天就到此结束了，大家回家路上注意安全。嗯，老师，怎么了？有什么事吗？王伟同学。老师，我们全班同学想一起给老师举行一个生日庆祝会。乔丹，这里有一张不可思议的报纸，就算把水倒进去也不会漏出来。看，就是这样。对不起。你到底在干嘛呀，汤姆同学？对不起啊。你们两个都很努力地练习过了，老师谢谢你们的心意。喂，还没有做好吗？还差一点。美环同学，你跳得不错呀。已经表演完了。我知道了。接下来进行表演的是英同学带来的连环话剧。哦，虎川的大冒险。有一天，虎川老师来到了一个动物岛，他一着陆，迎面吹来了一阵强风，小鸟的巢都被风吹坏了。虎川老师把帽子摘下来给了小鸟，叽叽叽叽，这就是他们的新家。他继续往前走，看见了一只正在哭泣的熊。熊说：我的食物都被风吹走了。于是虎川从背包里拿出了饼干给了熊，熊非常的开心。接着往前走，看到了一只蹲着的大象。哦，河水被山给堵住了，我的口很渴。于是
户川把水壶的水给了大象，大象非常高兴。接着往前走，风越来越大，出现了一个像山一样大的巨人正在睡觉。巨人的鼻息差点把户川给吹走。户川一边抵抗着巨人的鼻息，一边恳求巨人。巨人说道：“哎，吵死了！”差一点把户川踩碎。哎，救命啊！户川求救道。于是，快给我住手！巨人突然笑了起来，一看原来是小鸟、熊还有大象在不停地搔巨人的脚掌。啊哈哈哈哈！别这样！于是巨人逃到了海里。谢谢大家的帮助，户川说，动物们答道，我们才应该谢谢你，你一定要再来玩哦。于是户川跟动物们约定之后就回去了。结束。没想到我小时候编的故事被做成了这样的连环话剧，我真的感到非常高兴，谢谢你们几个了。老师，哦，快过来吹蜡烛吧。哦，没关系的，小山同学还有渡边同学，谢谢你们了。同学们，今天老师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我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总算是顺利完成了连环话剧的小丸子和同学们，看着老师的笑脸觉得非常开心。结婚晚会，明天就是结婚了呢。你们在家里会撒豆子吗？当然，我爸爸还要扮鬼呢。鬼，快点出去！哎呀，快点出去！好疼，好疼啊！喂，哎，暂停，暂停，丸子，你下手轻点行不行啊？为了要把鬼赶出去，我怎么能手软呢？但是我真的很疼。于是就得很小心翼翼地撒豆子。过了几年就变成吃豆子过节了，跟圣诞节和过年相比，节奏还真是无聊呢。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家要是撒豆子，妈妈就会很烦躁。哎，为什么？她跟我抱怨说撒了豆子后很难打扫。说的没错呀，节奏还真是没有气氛呢。第二天。嗨，各位，今天来我家开一个结婚派对吧，要不要来参加？结婚派对。我昨天听了英同学他们的对话后，就一直在想，要怎样才能把结婚变成一个让人觉得兴奋的节日呢？令人兴奋的？要撒豆子吗？当然。有好吃的吗？放心，都已经准备好了。花伦家的结婚派对呀，有意思。怎么样，各位，要不要参加？要！当然要参加了。欢迎。当然啦。欢迎光临，各位，今天请尽情的狂欢吧。好吃的在哪里呀？你先不要着急嘛，这么难得的结婚。还是让我们先来撒撒豆子吧，秀大叔。这是今天大家要用到的豆子，是产自北海道的顶级鹤子大豆。下面我们就到各个房间去驱鬼吧。各个房间？花伦同学家的房间全都要去吗？没错，宝贝儿。一共到底有多少房间呢？数也数不清啊。喂，这打扫起来很麻烦吧？不要担心，请大家尽情撒个够吧。尽情的撒，太好啦！撒完豆子就可以吃好吃的了，我们快走吧。我待会儿就会加入你们，大家请先开始吧。祝大家玩得开心。
我们先从这个房间开始吧。那我们就从那边吧。对。那我们到对面去吧。真是的，这么暗，都觉得好恐怖啊！鬼在哪里呢？真是太痛快啦！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干嘛呀？没完没了了！猪太郎，奇怪，冰冰呢？冰冰，嘿嘿嘿，快过来，过来这里打屁屁！嘿嘿，过来呀，过来呀，咕噜咕噜！哎呀哎呀，哎，疼疼疼疼疼疼啊！冰冰，冰冰，你在哪里呀？冰冰，冰冰被抓走了吗？怎么回事啊？花轮同学呢？他刚刚说会迟点加入我们的，真是好慢呢。好担心。花轮同学在哪里呀？滚出去！滚出去！什么事啊？奇怪，绝对有鬼！难道是真的鬼吗？佑泽同学，你在说什么呀？那些鬼也太像真的了吧！而且鬼的数量还在不停的增加。滨崎同学还有富田同学，说不定已经成了鬼的食物。而且花轮同学他也……不要！我的花轮同学绝对不可以这样！连环同学，花轮同学，花轮同学，花轮同学，这是花轮同学的领带。我们逃走吧，下次被抓的就是我们了。哎，但是冰冰、猪太郎还有美环同学，他们怎么办？抛下他们不管了？可这样下去的话，只剩我一个人了，小玉，你在哪里？小玉，小山呐！喂，我们从那边逃走吧。但是其他人，我现在已经无法战斗了，真好吃啊！你难道全部都吃完了吗？你个笨蛋，这可是用来驱鬼的豆子。可是这么做。也太浪费食物了吧！我说小山，总之我先逃了。小樱，你呢？可是我不能丢下小玉不管，也不能丢下其他的人。这样啊，那不好意思了，我先走了。小山。鬼出去！
学。啊！大家，恭喜你，你是最后一个被抓到的，你获胜了。哎，玩得很开心吧？装鬼游戏。装鬼游戏，这是在杰芬才会有的有趣的节目哦。不错啊，小英。那些鬼是？都是我家的工作人员。啊，辛苦你们了，真是精湛的演技。谢谢你。有一个非常棒的奖品要给获胜的你。哎，是什么呀？这是什么东西呀？这是特别定制的一个鬼面具，请英同学收下吧。这一次的节的确很有气氛，但是小丸子已经被吓得够呛了。鬼出去，不进来。鬼出去，不进来。鬼出去。你一直藏在那里，福是不会进来的，藤木。货摊上的关东煮真好吃，爸爸们经常在这个地方小聚呢。而我想说的是，现在在学校里面，因为一个笔记本对我造成了一个困扰。下一集樱桃小丸子，爸爸的秘密基地和大家的笔记本，好好期待吧。哎呀，快打不了，出灵光，找一道黑。